上期潜入野生机场，顺走了本地团伙的行李和飞机，我顺行李，绿毛顺飞机，深藏功与名。之后我们约定一起前往交易区汇合，然而在返程途中，我却经过了一间熟悉的小屋，汽车停在门口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之前快饿死的时候，就是屋里的肉排和葡萄救了我一命。俗话说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就从车里搬个铁箱子拿来报恩吧。锁了。没事啊，身上正好有把螺丝刀，三次机会，撬开就报恩，撬不开就只能算了。最后一次了。开了，天意啊，此恩当报。这就没办法了呀，我看咱们还是给他炸开吧。这么大动静也没人出来，看来是不在家。院子里的环境也和以前一样，没有太大变化。哎，看看柜子，锁了。这边还有一个柜子，也锁了。哎，不对，我在干嘛呢？把物资放在桌上，然后咱们就走吧。哎，这箱子没锁，放了一堆瘦肉，伙食还真不错。这是糖糕，可以，是把好刀。墙上挂了一把猎枪，这枪打猎还行，打人威力就有点小了。来，给你把喷子，这枪威力大。哟，还种了西瓜，这炎炎夏日真是吃西瓜的季节啊。行了，也别拿太多，留一个吧，这有带肥料，不白拿，咱帮忙浇浇肥。工业肥料，这玩意儿工业哪有纯天然的好啊，对吧？ OK， 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烧烤架也拿走。哎呦我的妈！发现绿毛了，绿毛哥钓鱼呢，钓到几条了？钓了一上午，一条都没有。那你还钓啥呢？走啊，请你吃烤肉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又是水果又是肉，叫我真是好感动，哪里搞来的？都土特产，老乡送的，这老乡还拿建设过你呢。饭后来根烟，快活一整天。行，快活完了该带我去看飞机了，让我也开一开。飞机？什么飞机啊？昨天在野鸡场搞的飞机啊，你小子可别装傻。你说飞机啊，我卖掉了呀。什么？你卖了？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卖了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不要激动，给你看个东西。火箭炮？这哪？你哪来的？用飞机换的呀。可以，还送了根炮弹。不对，那也不够啊，飞机换大炮，你虎吧你？还有10万块，卡里有5万，你的。你也是不对的呀，咱们凡事都得先商量一下。另一个买方也联系了我，要高价买飞机。怎么买飞机？你不都已经卖掉了吗？还说啥呢？我们去把飞机搞回来，然后接着卖。不行，道义有道，诚信为本，这种有伤风化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你还是找别人。30万。走啊，上车啊，磨蹭啥呢？他们基地没建好，所以把飞机藏在孤岛上了，我们要坐船过去。坐船啊？行。18000。绿毛哥，你快买吧，咱们早去早回啊。买不了一点。你不买船怎么去？游过去啊，是吧？那你怎么不买？我买。我买个点。2 hours later。掏钱是不可能掏钱的，没错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怒省18000。哥俩笑哈哈，出发。快到了，孤岛上有个哨塔，你看看有没有人。没发现人影，怎么说啊，绿毛哥，直接登岛吧。好。很安静啊，估计人都还没起床吧。看到大门了，你盯着，我过去敲门。别啊，绿毛哥，万一有人的话你就没了，让我来。开跑！注意观察，有人咱就撤。没看到人，我先进去。OK， 我掩护你。
过来吧。哦，走。发现飞机了，你翘着啊，绿毛哥，我进屋看看有啥东西能带走吧。复活床，全都给他拆了去。上飞机，准备走了。OK， 来了。这屋里除了床，啥玩意儿也没。女神。不是这个吧？就一个人，把枪拿了，撤！哎哎哎，绿毛哥，我还没上车啊！啊，不对，我还没上机啊！我还……啊！坐飞机一小时到，坐着破船得一天到啊！这天杀的绿毛，嗯，有船，在往岛上赶。增援这么快就到了？没事啊，咱就一路过的，啥也不知道。啊！哎哎，掉头打过来了！我这运的吧？啊，没子弹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不慌啊，稳住！来，你再过来点。拜拜了，你们。怎么说？炸到了吗？好家伙，船都给炸掀过来了。哎，游艇还能用。OK， 拿上敌人装备，撤。